去年出了另外一个情人。哦，没啦，就没有。因为你刚说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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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有三号情人，除十斤三号情人，这段不可以剪掉，没有。你刚说到说你们两个其实本来是要进入交往，讨论之后。我应该这样说，我觉得我的个性啊，不太可能就是今天是想要去play a game 这样子的去跟人家相处。然后我也觉得应该是要这样，就是啊，play a game 是多回去 ，play a game， 对对对，就不要玩游戏啊，我不行，我现在这个年龄不行，好没有办法再好吃，那就是。一定是以就是认真相处为前提嘛，但是能不能真的在一起或者是什么，那就真的是缘分。所以你觉得？你就说吧。尝试之前是需要先接吻。OK， 来，为什么三号情人接吻呢？他每次吻到我的唇呢，三号情人就是。其实可能有的时候相处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差不多了，但是是很多，也不能，其实不能，应该说我会比较习惯把问题就是思考在自己身上，我会觉得那我是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我想很多，那跟对方讨论之后会觉得，那不然就是一直维持朋友状态，好像比较好，所以是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不是说我今天走在路上。怎么样的就是可以随便不行的啦，对。我懂，就是你其实还是你真的懂吗？就是你，我希望你真的懂。就是你其实是欣赏他的，只是你们讨论过之后觉得没有这么适合。就是一定是彼此欣赏才相处。今天凯君老师我也非常欣赏啊。还是你要跟他接吻？可以，不可以？不可以乱来。对，就是我在这边佩慈姐姐鼓励大家。对啊，就是还是要，就是要想清楚嘛。那就想清楚之后，觉得三号情人比较好。真的就是不要太冲动，一周是朋友，一周是朋友。还是他比较没有想要进入家庭的这个想法，所以才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可能要问他。但是对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他有。就是你说昨天的新闻是人家贴给我看，我也没有仔细看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好啊，就应该的吧，他应该要懂，大家都一直单身很久了，很久了，就是我觉得会这个新闻会一直挡我的桃花 ，no， 我单身很久。你的朋友会把你的旧爱的新闻贴给你？他不是我的旧爱啊。前暧昧对象。好，暧昧可以。暧昧可以。你们不要问，说我们有好，没事，暧昧，欣赏啦，有好感的。还有联络？没有啊，很久没有，就是不会多做联络啊。祝他被看到的喜欢。没，就知道今天会被问啊，我无语，问苍天啊。